到哥哥小贝可以飞一个，送个飞机当天补比较划算啊，哥哥们。今天怎么这么多傻逼？我一拳给你打死！舌头那么长干嘛？你是食蚁兽吗？你要吃蚂蚁吗？要那么长干嘛？够用就行。而且我并不想伸得很长，因为我要保持我的形象。我觉得伸得很长很丑，一拳把你打死，真的，气死我了。哪有奖励他？我真的，真的，要不是直播间限制了我的发挥，我真的可以把他骂哭的，我真的可以把他骂哭的，知道吗？可以骂你吗？不想骂你，你要我骂我就骂呀，这什么东西？不想骂人，不要逼我，好好直播。我在努力的直播中。别这样。别这样。我不想。有没有哥哥要飞一个的，可以上个飞机或者办卡哦。亲亲我的包，喜欢被漂亮姐姐骂，那你还不送人家飞机吗？送一个飞机，我骂你半个小时啊，好吗？我尽情的骂你。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可爱，只是你们的幻想。你看我像可爱的人吗？我就不可爱，我就是一个很暴力、很那个啥的女孩子，就能一拳把你打死的那种，就很凶的。说我可爱，可能只是。可能只是就是你觉得的、哦、对，我是一个坏女人，所以我不可爱，想被一拳崩啊，我就直接超凶的，我真的，我作为
作为一个有弟弟的姐姐，真的有从小到大一言不合就直接上手的，直播间真的真的每天都要压抑我的脾气，我真的快憋死了。真的想把那些讨厌的家伙一拳打死。那只是你觉得可爱，我真的这一拳打到你身上的时候，不知道你扛不扛得住。羊毛哥哥要分一个的，可以上飞机或是办卡哦。有没有臭弟弟要分一个的？想说可以上一个哥哥吗？有没有宝贝要分一个的？小手可以上一个，亲亲我的刚刚上了办卡还没有加上的宝贝，再私信我一下。猫哥哥要飞飞的，可以上个飞机或者办卡哦。进去我的吧。上个飞机吧，只要一架飞机就可以。小声可以上一个，亲亲我的吧。我打过我弟弟吗？这是什么鬼啊？
常啊，就在我弟小时候，我经常重拳出击他，就可能你们觉得那种打，就可能就打打屁股啊这种，很那个，很闹着玩的那一种。但是我小时候就打我弟的时候，就一拳能给他鼻血打出来。能给他门牙打掉的，因为我可能跟那些跟很多女孩子不太一样吧，就其他女孩就平时遭到校园暴力啊，或者是什么，要不就忍气吞声，要不就怎么样。如果有人欺负我的话，我直接重拳出击的。对，我很凶的，所以你说我，你现在说我很可爱，真的，现实生活中。现实生活中一般是没有人这么说的，一般都觉得我好凶，就好凶，好喜欢，就那种抖 S 属性很满的那种。就之前有一个女生朋友，她说我天天说话像是在命令她做事，就天天高高在上的样子。其实我没有，只是可能说话语气习惯了。然后导致他哭了半天。所以你说我，说我温柔还是什么？我真的觉得假象都是假象。有没有宝贝要飞一个的？可以送个飞机或者本看哦。只要一架飞机就可以了。说的跟真的一样，哥哥要飞一个的，可以上个飞机或者班卡哦。亲亲我的吧。小时候可以上一个，可以上个飞机或者班卡哦。姐姐摸摸头头可以吗？姐姐摸摸头可以，摸摸头头就算了吧。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说话还叠字呢？你是不是吃饭要吃饭饭啊？这么大人了，怎么回事？刷飞机支持主播，你不得先来一个吗？亲亲我的吧，建议大家直接一架飞机会更好哦。小生可以上一个，可以上个飞机或者办卡。还没有宝贝要飞一飞的，小生可以上一个。谢谢游泳的臭弟弟送的班卡，谢谢臭弟弟的班卡。三张班卡就可以，就可以，你懂的。Okay.
亲亲我的吧。小叔可以说一个。欢迎各位宝来到芝芝的直播间啊。姐姐说话慢一点会更有感觉。三张了，好的，上三张办卡之后私信我哦，宝贝儿。建议大家直接一架飞机会更好。还有人三张办卡要私信我有什么？你要送一个飞机的话，我可能告诉你吧。三张办卡，咱就说买包烟都买不到，可能你抽那烟都你都会觉得便宜。你还要问我有什么？我还得给你细细解答。你想送就送吧，我累了，毁灭吧。我已经说了这么多遍了，听的视频是，飞机是看的，一个听的，一个看的，一个有画面的，一个没有画面的。你还让我给你细细的讲解办卡有什么，要不我直接发给你好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，宝贝儿？我送给你好了。你能不能不要强人所难，我受不了了。我狂躁症我都要犯了，我。小声可以剩一个，一架飞机就可以了，一架飞机直接安排的。与其你在这里问来问去，对吧？想各种想，不如直接一架飞机就有了。
位宝贝来到这段直播间，想说可以射一个，可以射个飞机或者半卡，射个飞机吧，整一架飞机就可以了。谢谢用户的半卡，嗯，他有半呀，他有。谢谢用户哥的三张半卡，嗯。我们建议大家直接一架飞机比较好啊，因为很多哥哥就是上了班卡之后都会来送飞机的。那是猫在发春，它在叫，孩子哭，你家孩子是那样哭的，是撕心裂肺的想交配的那种哭吗？你家孩子哭的时候是发出交配的声音吗？没看过动物世界吗？没看过动物世界去看呀。欢迎各位宝上了班卡的哥哥看一下私信啊，都已经安排上了。亲亲我的宝，小时候可以收一个，可以收个飞机或者班卡。小飞可以飞一个，可以升个飞机或者半卡，升个飞机吧。有没有宝贝要飞一个的？小车可以上一个吗？还有半个小时就下播了。啊，直接一架飞机就好了。